OK，然后现在我们介绍的这个作品呢，2D 游戏的作品呢是《牧场物语》，它的主题是牧场物语。那其实它的绘制的风格是简单可爱的，相信小朋友会喜欢。啊，它的故事呢也是非常简单有趣，就是跟羊有关系的哦。那故事跟它的互动游戏是融入关卡的设计之中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作品。他的制作团队，游戏的说明，然后再进入游戏。那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五个关卡的，哦，它是有五个关卡的。啊，基本上呢，它就是一个简单的画面，然后搭上字幕，然后还有拼图。哦，那它简单的故事之后，它都会搭配那个简单的互动，像这个是问答，刚刚那个是拼图，这个是问答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它的这个设计哦，它就是故事互动、故事互动、故事互动。所以它是以关卡的方式来设计他们这一个作品。那基本上，这4个作品都是非常具有完整性的。